我们现在准备又出去了，出发。我妈准备染头发呢，她准备去就是我们小区那儿有一个特别小的店，而且很多年了，她家染头发特别便宜，我妈都是去那儿染，比较实惠呀、啊。因为她你看年纪大了，这白头发都出来了，不染的话回头都是一头白。奶奶好看的吗？一头白。咦。还得黑白念情啊，那年轻人专门染奶奶额啥奶奶回。那不成。走走走，你染不染呢？我不染，我才染才黑差死了。你给我头发烧去染药呗去。好，我给你提亮，然后我给你带回去。来姐，赶紧染药再带回来。给走吧去，走吧去。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小店啊，真的特别便宜。你一会儿染都多少钱啊？20多块钱。20多块钱。俺在小区那是个老店，我经常跟那人，因为搬到这边那远的也不去了。注意安全啊！好，嗯。到了，就是这个小店儿。还有人排队了。排队，还有一个人。也没有长出来可多，咋没有我颈背来了？那反正就发根那点儿。过来。那这个店多少年了，姐？这个呀？啊。12年了。我想说比我还大了，没有我大。你真是10来多年了。那你给这个地方估计都是这一片老熟人，那叫那旁边不认识人，找还找不着了。是，这点儿背。嗯。这玩意儿有点背，就有点背，见老熟人了，你生日跑不来。是。后来我一该染头，我都想跑你那儿。爷，我这干的时候，那个人上不去了吧？啊，俺儿子我这上学嘞，我没了在这住，方便都是来找你。搁这染惯了，一会儿染头我都想来找你，还得实惠。对啊，我刚看他理个头6块钱。6块。嗯，你这随便去个理发店理个头，都是上那种大点理发店都是30。差不多。嗯。是。我那大黑脚大细脚，有的都挪走了，都换那边了。嗯，这老头。老口，过来宝贝儿。老口，过来，我吃一口来。帅哥，拜拜。走吧。谁家帅哥人啊？走。走，还得买东西了去，拜拜，再见，天都黑了。刚才有个粉丝私信我，就是想要我身上这身衣服了，非得让我帮他买。我说我正好来这儿了，路过这儿，去瞅瞅看人家店里还有没有这个衣服。这一件。那个，我身上穿这个外套还有这个裤还有没有？你身上这外套啊，你可以订着。啊？裤子有。外套没有？嗯。好嘞，弄好了。我这个外套确实厚啊，你看这里边可厚，跟穿个袄上的。我现在都可热，里头就穿了一层这个保鲜衣。他是这个粉丝是深圳那边的，深圳那边温度高，穿不着，所以给他弄了一条裤子。走吧。走。